绣是一项深具东方文化气息的精致工艺，但立体刺绣你有看过吗？位于鹿港就有一位国宝级工艺大师，遗传父亲的巧手，自幼便能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，并将传统平面刺绣立体化，绣工可说是相当精美，即可乱针。现在就带大家来去欣赏栩栩如生的立体绣。鹿港就像一座开放式的博物馆，是许多工艺大师的创作场所。来趟工艺之家参访，让我们深入认识传统工艺之美。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位是台湾首创立体绣雕的许承春老师，他将与我们分享他与刺绣的创作历程。那我们走吧。走进工作坊，映入眼帘的满是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。老师热情拿出店内最夯的商品，要让我们穿上。出生在鹿港洗衣世家的许承春老师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许多传统工艺，他却对刺绣情有独钟。差不多三岁的时候，兴趣都绣了。在家里哦，我的爸爸哦，手工我那真好啦，伊拢咧做真侪项，我会倒去做，我若闲的时阵就做我的工课，我爱做的，我迄马十三岁，迄马就伫厝里吼，伫我的家里哦，做绣一个花啊，绣一朵花，红的花，青的布，做好。哦，做好的时阵啊，穿袜嘞，哇，亲像咧搬戏，我都唔敢穿，搁脱起来，穿起码就有兴趣啦。啊，十三岁起吼，我就对阮爸爸吼做伊的工作物件。啊，我爸爸真疼哦，我真会晓做，因为伊若教我，我就会晓做。啊，十三岁就开始学做吼，迄时阵拄啊人伫咧白卡，就学迄三寸金莲。绑脚，三寸金莲就学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春阿花啊学起来，啊，豆豆家己用着做，用着做，用着做我兴趣的啦。结婚后，许承春老师随夫远至永和做起小生意，之后忙于家务及钓具买卖。在一次返回鹿港之际，许承春老师受到胞弟习艺大师陈万能影响，也尝试朝向立体创作。弟弟见许承春老师将立体刺绣做得栩栩如生，于是鼓励姐姐参加比赛，期间也发生不少插曲。我就是按照你这样，厝要跟人翻，台中我个老有一间厝，所以等下台中住，这只鸡仔做好了，用一卡迄个袋仔袋，要掠回来给阮弟弟看。坐坐公车，司机伫遮，我坐伫即块头地，鸡仔甲摕在椅仔哩，司机外个甲讲，你的公车你摕在椅仔啊，北西路要怎？我先生伫后壁讲，那四百只的活的你都换不到的了。这样子了吼，就拿回家了，我弟弟看了，我弟弟讲，好啊，你做一只个比赛，我也是做只迄个孔雀，掠带迄个计程车哩，计程车还讲，哦，你这只鸟啊是标本哦，我唔是啦，做的啦，掠转来，给阮弟弟看一下，我讲我无做只只落来个比赛，真是有影有着点哦。得奖让许承春老师更具自信，从此只要一有空就埋手创作。而许承春老师的巧思创意，翻转将传统的平面刺绣立体化，神灵活现的样貌令人啧啧称奇。这你来看，吼、哦，这就要大量才看有，伊这吼、哦，我干那看到形体，我就做起来，去大陆看，完全同款。伊迄若咧飞起来哦，斑马线哦，
真水哦。啊，伊咧吃的这个虫，甲蚯蚓虫，我也有做，啊，蚯蚓，吼、哦，蚯蚓老做，啊，虫这样子，完全花，啊，完全这个色彩完全一样的，拢做动物啊，伊鸟哦，拢，逐项都色水拢同款。这个老鹰抓小鸟，当时要做这粒头甲这个嘴哦，不简单。即马即看咧讲，哇，我等过即马过来做，我无法度啊啦。啊，伫鹿港就伫咧做这队，啊，做到暗来想讲，就要困哦，来去困。甲三点的时阵才收到哦，三点我就搁起来做哦，收到才搁起来做，做。意思讲，拢两字吼，爱翘好势，翘按啥物格式，啊，安怎才会有一个形体？这物件就是哎呀，你啊，困难，即、這个就困难伫遮啦，吼、哦。一只最好哦，啊，这画画啊，那重要计就是会晓画，哦，亲像一生来咧学习啊，就是这项画袂晓哩，画啊上要紧啊，你即个龙还是风？啊，是讲麒麟吼、哦，这个图，啊，你什么怎么样子画，画什么样子？这样子画上要紧，你袂晓画，你无法度修。你要这项物件要做起来，我哪地方会晓画，啊才修。许承春老师在创作超过一甲子的岁月里，受邀到各地展出、表演示范，更于1997、1998年远赴纽约、巴黎等地展出，要上国际舞台。2006年入选台湾工艺之家认证。咱鹿港哦，工艺之家就是我绣，就是我才有绣一些动物、鸟类，啊，其他的咧绣是有时讲做一寡春花啊，还是讲绣一寡别项啦，无做这個啦，啊。啊，我是做这个较无人有诶物件，所以其他你才会得这个民族工艺奖，啊，这工艺之家，像因雕刻啦，啊，甲做鞋啦，我得滴滴啦，做鞋我原来也做哦，啊，毋过我是兴趣都少，哦，无我做鞋原来真牛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就是我诶兴趣就是适当少，少我诶是。了我伫咧做无师傅的啦，无师傅的叫啦。当时来找我学，我袂去找别人学，这样子。老师，啊，你着种的放下，你心情安怎？啊，心情嘛是真好啊，啊是真好啊，这样子。啊，你未来对你这工作有啥物期待无？啊，你着种了有啥物期待无？啊，期待要安怎讲？很多十年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总是会当讲来甲我收藏上好啦。立体绣是一项需要高度专注的手工艺，许承春老师运用他的巧手，使传统的刺绣摇身一变成为漂亮的摆饰品，为他赢得鹿港第一绣的美称。热爱刺绣的他，也把刺绣这项传统工艺变得更为多元化和生活化，让人爱不释手。自从12岁开始，针线生活至如今80余岁，依然兢兢业业追求刺绣之美。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亲自探访巧心立体绣，欣赏品味绣雕艺术之美。